世界没有你，如果他还没有停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。真心总寥寥无几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都转心意，因为你这几晚一算计，这爱情是注定，一长一短一平一那都是你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，这一悲一喜一醉一醒生生不息，美得无与伦比。上神，上神，并未发现异常。山林国主，看也看了，知道山林族无事，现在你们可以走了。愿国主身体康健，不知叛贼仲浩何在？被我亲手斩杀。尸首何在？为了鹰了。怎么，还想将你天族的人带回去厚葬？国主言重了，云峰只是想确认一下罪首是否已伏诛，危机是否已经解除而已。罪首是否伏诛，危机是否解除，这都是我山灵族的事，需要你们来确定。山灵族与我天族比邻而居，休戚与共，山灵族的安危与我族而言十分重要。休戚与共，比邻而居，你们杀我女儿的时候想过这八个字吗？山林国主，别废话了。看过了就走吧。那云峰告辞了。啊，对了，没有看到景修国师啊，不知国师何在呢？他被关在禁域，怎么你想见他？关着，国师所犯何错呀？我是山灵族国主，处置本国国师难道还要知会天宫？国主息怒，云峰不是这个意思。送客。师兄，怎么样了？山灵国主对我们还是怀有戒心，我们没有机会探查清楚。走吧。他们都走了。等缚灵渊开启，我魔族大军入境，我们就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。魔族入境，扰乱六界又该如何是好？义父，灵月和宝清公主现在已在我们手上，
又废了景修，按说我们的家仇也算是报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儿子以为义父你之前求助于魔君的力量是迫于无奈，现在大仇已经报了，如若继续为虎作伥，只怕会给六界带来祸害。祸害？六界的生灵，我全族被屠的时候，六界在哪儿？魔族也是六界的生灵，你为何不可怜可怜他们？义父，孩子，有的时候我们做出了选择，就没有回头。你已经做出了你的选择，犹豫不决，瞻前顾后，只会坏了大事，害了你自己。大哥，吃饭。谢谢。我还做了汤。烫，一会儿再喝。阿莫，你受伤了？没有。把手给我。我就是海边不小心划伤的。吃饭。辛苦你了。嗯？辛苦你了。修大哥，你家在哪？我没有家人，也没有朋友。Crow，修大哥，吃鱼，对眼睛好。就会有桃子吃了。阿莫，阿莫，
阿莫，阿莫，怎么样？修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没事就好。这么晚，你找我？把这个拿去，应该值些钱。我一个瞎子住在这里，就是个拖累，白吃白喝不说，还得让你照顾。抱歉了，但我只是暂住这里，不会一直这样待下去的。不拖累。其实我是个聋子，我听不见。我以前更惨，连话都不会说。这里也不是我的家，我就是见到这里没有人住，打扫一下就住进来了。也不知哪天主人突然出现，就把我给赶出去。你说你没有家人，我有家人，但我也不想回去，所以你看，你看不见，我听不见，咱们就谁也别嫌弃谁了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收着，把它卖了，就能生活了。要不，我明天把它卖了，请你吃鸡。你手怎么了？不见，还包这么好，你以前是大夫？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，我先回。秀大哥，在你离开之前，我做你的眼睛，你做我的耳朵，我们互相照顾。不过你这双眼睛可要机灵些。我第一次看你笑。早点歇息。天族众神皆有自己的道，童儿在风雨飘摇之际接掌家族，童儿的道就是守护家人，保护亲眷，维持家族荣耀不衰。只可惜童儿能力有限，终究还是功亏一篑。
神通。师兄啊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。山林国主找女儿找了50000年，好不容易找到，又眼睁睁的看着被你杀掉，他恨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他不让我进山林族，还合情理？他不亲自现身杀我，不觉得怪吗？啊？这位林月国主，当年连自己父亲的位置都敢出手抢夺。可不是个软弱性子，他就算亲自出手了，也不是你对手啊！天子一怒，血流飘露，这山林族的生灵何止百万？山林国主若兴全族之兵杀我，我又能挡得了几人？可是，他毕竟是一族之主，总不能为了一己之欲，就让整族都生灵涂炭吧？再说了，他已经做了50000年的国主了，已经不是当年那般热血。现在有些改变也是正常的呀。50000年，会改变一个人吗？不能吗？好了，师兄，我会替你好好看着山灵族的，一有异动，我会立刻告诉你。嗯。师兄，这是要去凡间？神尊要去凡间，是去收妖吗？十三跟你一起去。神尊。哎，司命。神尊，玉峰上神。你这急吼吼的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还真出了点事儿。阿莫来了，快里边请。怎么样，药吃完了？孙大夫，这是家里的树结的桃子，我进城买东西给你送过来。嚯，好漂亮的桃子，阿莫很能干呀。啊，快快快，坐坐坐。都是自己长的，家里还有很多，我就怕浪费了。啊，其实啊，这个仙桃啊，不仅可以直接吃，还可以酿酒。哎，这样的话，保存的时间就很长了。真的吗？是，我等会儿给你写一个酿酒的方子。谢谢，孙大夫。等酿了酒，我给你。带一些。多谢，可惜我没有这个口福了。我早年因为常药伤了舌头，失去味觉十几年了，现在我吃什么都没有味道，酒就更不能喝了。不能治吗？这个呀，就如同你的耳疾，你那位公子的眼伤一样，50受损，很难康复。我失去味觉十几年，除非是大罗金仙降凡，否则我恐怕今生今世都尝不到这仙桃的味道了。
很脆，很嫩，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修大哥，阿莫。啊，我踩了桃子，我搬不动，你能帮我搬去厨房吗？你把桃子搬去厨房为何？我要酿酒卖钱。我不是把扳指都给你，让你拿去换钱吗？那也不能坐吃山空嘛。我想把酒卖了，再去镇上找活干。秀大哥，你觉得我做什么好啊？做饭。啊？做饭。我又不是只会做饭，你别小看我，我会的可多了。秀大哥，你能帮我把这篮桃子抬去厨房吗？我跟你一起。不用，这种事情就得男人干。秀大哥，你力气好大啊。有台阶。秀大哥，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啊？住了这么久了，这院子就这么大点儿，还能不清楚吗？哎，头头，哎，过来了吧？嗯。我弄好了。酒酿好了。嗯，酒酿好了。哪有那么快，孙大夫说至少半月，到时候好了请你喝。好啊。真是棵好桃树。能结桃子的树就是好桃树吗？能接桃子，能酿酒，还能卖钱，多好啊。啊，我忘了留几个桃子了。无妨，等再过几日桃子就又熟了，我们晚些日子吃就是了。也是，那就过几日再吃。姑娘，我们这儿只要扛包的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你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。啊啊，做饭我会。不需要，不需要。
哎，走走走走，走远一点，不要妨碍我做生意啊！哎，快走，走吧。让他休息会儿吧，三十级打神鞭够他受的。天君下令要他禁足桃林，没有赦令不得外出，稍后会有神罚殿的使者前来进行看护。袁童怎么样？被打去了半条性命，你这弟弟出手够狠的。若真的够狠，就不该是半条命。神尊，你已经谢我很多次了，谢我也是可以的。是，多谢上神。神尊，灵犀一切可好？嗯，他好。我要在这里照顾程燕，这段日子恐怕不能时常去凡间探望，一切就拜托神尊了。你放心，你在这儿好生照看你弟弟。本尊走了，二位慢走。师兄慢走。我刚把你弟救下来，你该不会过河拆桥，这就要把我赶走吧？你先去药炉喝杯茶吧。茶里没毒吧？我知道。你一直对师父的死耿耿于怀，袁童虽然受到惩罚，但远远不够。唉，但这天宫的规矩，你我也改变不了。阿燕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已经失去很多了。我不能再失去你，你好好养伤，等你康复了，我告诉你一件事。如
带你去见他。伤心的人也许无可取，春心总来了无迹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名利。我赶时间，你吃完放那儿，我回来收。还要去找活啊？嗯，走了。路上慢点。这爱情是注定，一场一段一天一段都是你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，这一悲一喜一醉一醒生生不息。神尊，美的神尊，你该不是又要来告诉本尊天宫发生了什么事吧？最近碰到你老是没什么好事。谁？谁说不是呢？又怎么了？这天雷真君不知犯了什么毛病，非得进锁妖塔。事发突然，小仙已经让十三去拦着了。走。不许进！你在横家阻拦，本座对你不客气了。十三本来就是小人物，真君何须跟我客气？放马过来吧。本座巡视锁妖塔，乃分内之事，你却横家阻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这锁妖塔内隐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？哪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？就是十三近日功力渐长，想找上神切磋一下。自不量力。你信不信本座一旦出手，你会灰飞烟灭，永世不得重回六界，信吗？那就试试看。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事。九臣，莫非你也要与本座比试比试？你装神弄鬼的到底要干什么？封锁锁妖塔是天君的命令，浮云殿代行军令，真君硬闯锁妖塔可有天君的手令。本座这就去见天君，到底怎么回事，马上就见分晓。司命，真的是天君让我们来守锁妖塔的吗？神尊，你们来的有点太早了，我最近功力真的有见长，就照那个天雷真君的水平，我至少还能再扛两个时辰。我看你吹牛能一口气吹两个时辰。司命，带十三去药王洞。不用了吧，他皮糙肉厚的。小仙遵命。谢神尊。神尊，若天雷真君去向天君求证，该如何是好啊？你不用担心，去吧。哎，
你跟神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为什么让我去拦着天雷真君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你还去？不是你让我去的吗？这锁妖塔里到底关的什么？你问神尊去啊。我不敢啊。走吧，咱们去药王洞。我不去，我没事。没事儿？你都被天雷真君打出内伤了，你不去看看怎么行啊？走。哎呀，我都是让着他呢，我根本就没事。让着他？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啊。咱们才几天没见，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升为上神了。哦，现在连天雷真君都不放眼里了啊。我们打仗讲究的不是品级，这凡间有一句话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这就是你打仗的时候，你必须一口气憋足了，然后你不能泄气，你一旦泄气你就输了。天雷真君他是个老头，他刚跟我过没两招就已经喘得不行，他怎么可能赢啊？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吗？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你品级倒是比我高了，可你打得过我吗？我是怕伤着你。口气够大，来啊，过两招，来。懒得理你。你到底去不去药王洞？你不去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走吧，咱们还是去吧。天君，臣要进入锁妖塔，可九臣不让，说这是你的命令。臣觉得这里边有些蹊跷，还请天君下令明察。这正是本君下的命令。啊？天君，你要救他吗？是。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即使把你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本君倒是可以放他一条生路。你可知道神农鼎？多谢天君。为了六界苍生着想，本不该放他，可是他自幼在桃林长大，秉性善良，从未犯错，若是因此而死，旧臣若是要保下他，得担天大的干系，就算是本君也不能明旨去赦免他。若此事悄无声息地成了也就罢了，若是有一天东窗事发，就连本君也保不得你，你明白吗？不论事成与否，旧臣愿意一力承担。莫非真的像天君说的那么简单？不过本座觉得这个九臣一直有事在瞒着我们。紫光，你去看看九臣，本座觉得有些事情不妥。先前我与他交手的时候，他的功力大不如从前。功力变弱？那真君打伤了他？本座让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。是。内伤虽然缓解了一些，但是桃林那小子
不要命的用两伤法术与你斗法，伤势沉重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。你仍需要长期服药静养，而且每当正午之时，气血翻腾最烈，你要实在忍不住啊，可以吐一些血来缓解。只是你每吐一口精血，将散去百年的修为。多谢香港。不必多谢。话说回来，本仙子本可以一次为你治好的，但是本仙子不开心，才给你治好了一半。你不必这么看着本仙子，本仙子不喜欢你，能够为你医治已经很为难我自己了。我父亲他在闭关，这药王洞内啊，属我医术最高，你也没有别的选择。哦不，青瑶的医术也不差的，只是你猜，你要是去见他的话，会不会被他几针给扎死啊？乐伯他人虽然颠三倒四，没有规矩，但到底是个好人。在这九重天上，数万年来成他的情的人有多少？你以后慢慢就会知道。唉，看在你我也算是亲戚的份上，我好心交代你一句，以后啊，得罪谁，也都不要得罪大夫，知道了吗？童儿，送客。少仙，有件事要同你说清楚。你在紫云台杀害的天兵中，有一位是我本族的兄长，是看着我长大、传我仙术、胜似嫡亲的本族兄长。对了，这是我家仙子给上仙准备的伤药。多谢。上仙，天宫岁月漫长，小仙等着看上仙你的下场。走翻开
开心口真实的血肉，多少次对镜相拥，转眼又心碎，交如期的吻走成了you